今日咧我就带大家嚟到我哋一个侨乡之都江门。哦，嚟到我哋嘅江门市度咧，我哋就介绍俾大家嘅系我哋嘅万达。啊，呢个位置就系江海啦，江海万达广场。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有万达嘅地方咧，就系一个城市中心嚟嘅。而我哋呢个万达广场咧，亦都系坐落喺我哋呢个江海主要嘅一个靓嘅位置里边。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一個江門係我哋個橋鄉啦，啊，亦都係我哋香港好多明星嘅一個故鄉嚟嘅。咁啊，當然我哋啲香港明星嘅好多都喺我哋呢個江門呢度咧做一個投資同埋置業噶啦。咁其實我哋江門嘅位置咧，亦都係我哋一個粵西嘅交通樞紐嚟嘅。咁啊，我而家就先帶大家入去睇睇我哋個售樓中心。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商場。我介紹完我哋嘅售樓中心之後咧，就帶大家再出嚟睇睇我哋嘅商場同埋我哋嗰啲鋪位。嗱，而家就由阿梁生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呢個區位情況先。係。好。咁啊，過嚟呢邊同你大家介紹一下。好嘅，唔該你。哇！喺度啲商場都開得好犀利，好多喎。係係。好。咁大家都清楚咯，現在江門咧係橋鄉之家，係冇錯。咁就當然佢現在咧有分幾個主城區嘅，咁啊，但係江海區咧係未來江門市以一個金融中心去定位一個地方。咁啊，呢個區位咧，佢係江門市唯一一個以高新區國家級高新區發展嘅。係。咁所以咧喺高新區呢個地方咧，江海區呢個地方咧，佢就基本上佔咗一半咧，係以電子企業為主嘅。嗯。啊，咁喺呢度嘅企業咧都好多喎，現在咧係有3000多家嘅企業。哦，都係啲比較高端嘅科技嘅。係做科技嘅為主啦。咁啊，呢度嘅數據咧，大家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啊，上市公司喺呢度大概有187家嘅。上市公司有187家喺呢度，系啊系啊，咁啊即系集中喺呢度都好多喎。系啊，都比較多啊，上億元咧都成200多家，都大概275家，系啊，過億元嘅企業。最重要係咩啊？呢度500強嘅企業有15家咁多，即係世界五百強嘅。世界500強喺度已經佔據咗15家，有15家喺度嘅。O K 喎，真係變多。係啊，咁啊比較犀利啦。咁所以企業多嘅地方咧，佢就有一個區位發展嘅潛力啦。咁佢帶嚟咩咧？就係好多嘅外來人口去發展。外來人口發展，當然啦，佢咁多高新企業啊，同埋啲尖端科技嗰啲，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佢高新江海區呢個地方咧，佢就一個定位就係一個金融中心區嘅發展。係。啊，咁啊，當然金融中心區嘅發展前提係咩咧？就係佢嘅區位嘅路網啦，同埋配套會比較完善啦。啊，咁當然我哋現在首先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路網配套先啦。係。啊，咁啊睇得到啦。交通先。嚇，我哋現在嘅位置就喺江海區嘅中心地段啦。嗱，呢個江海萬達廣場啦。咁出邊咧就係主幹道嘅金鈎路。咁金鈎路直穿落去咧就係五一路，咁五一路呢條路咧係穿過咗成條江門大道。哦。啊，呢條江門大道基本上去到廣佛兆啊都比較方便噶啦。咁啊，五一路同我哋項目過到去中山古鎮，只需要15分鐘左右嘅時間。哇！呢度去古鎮都係15分鐘。15分鐘到就可以去到啦。咁啊，去到江門其他片區，包括蓬江啊、新會區啊嗰啲。都係大概15分鐘左右嘅啫，即係其實係一個中心地帶嚟嘅。係啊，中心地帶嚟㗎，而且咧喺江海區呢個地段咧，就已經擁有成4條嘅高速路口嘅上落。嗯。包括咗南沙高速啦，過到南沙廣州南沙站咧，開車過去大概都係40分鐘左右。係啊，即係嗰個南沙高速入口喺呢度啦，仲有一條外海高速，大概喺呢個地方，因為咁過去其他廣佛兆嘅地方都會比較近啦。另外咧，未來在我哋項目嘅西側位呢度咧，亦都會有條高速路口會接駁嘅。咁因為現在係施工狀態，咁所以暫時未有。咁另外仲有一條就係龍溪高速啦。龍溪高速。咁就另外咧就睇得到嘛？呢個江門東站，呢個江門東站係咩站呢？就係一個輕軌站嚟嘅。啊，距離我哋項目咧車程大概5到8分鐘。輕軌站。係啊，輕軌。時速去到成200公里噶喎都。即係喺依個南站可以直達廣州南站，過到嚟依個江門東站。係啦，冇錯啦。直達去廣州南站亦都係只需要40分鐘左右時間。40分鐘咁我又計下咧，因為我哋啲客户主要都係嚟自香港嗰邊啦。係啦。咁喺香港嘅西九過到嚟南站，
哦，大概是兩個鐘到，應該差不多吧。即是嚟到依度啦。係啊。哦，即係喺西九過到嚟我哋依個項目，大概都是兩個鐘。大概都是兩個鐘左啦。因為喺江門東站出嚟之後咧，我哋坐啲過嚟都可能十零分鐘嘅啫喎。唔使十零分鐘，大概八分鐘得㗎啦。哇，好近嘅啫，八分鐘。係，好近，非常之近。咁另外咧睇得到啦，仲有個中外運碼頭啊，呢個係包括咗客運，包括咗貨運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個中外運碼頭嗰度咧，係可以搭船過香港同澳門嘅。哦，啊，即係除咗我哋嘅軌道交通咧，而家仲有一個水路嘅交通。係水路嘅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水路交通咧就可以去到中外運碼頭。咁啊，中外運碼頭距離我哋個項目有幾遠咧？大概15到20分鐘嘅車程。15到20分鐘。係啊，咁非常之近，因為佢都係直路一條咁直落落去㗎啦。係冇任何嘅交通阻塞嘅。另外去到澳門啊、珠海啊，咁大概拱北嗰邊咧，大概都係40分鐘、45分鐘左右。45分鐘嘅車程。所以喺呢度佢嘅交通路網係非常之方便。另外咧講到交通交通以外咧，仲有個配套啦。教育配套方面咧，我哋有江門市最出名嘅江門一中啦、景賢小學啦，同埋其他嘅望海小學啊，都會比較多嘅。咁喺未來嘅規劃入邊咧，都會慢慢去添加好多嘅中學、小學喺呢邊啊，因為佢江河邊呢個度嘅人口比較多，越嚟會逐漸會佔比會多好多。咁啊，自然佢個教育咧又一路一路跟上㗎啦。係啦，佢不斷去擴建㗎啦，呢啲。係啊，包括醫療配套啦，嗱係江門比較出名嘅北加醫院嘅中心分院分院嚟嘅。佢大概係投資30億落嚟，咁亦都會喺大概一年半左右就會正式落成使用㗎啦。咁所以喺呢度佢嘅交通路網又好啦，生活便利性又好啦，都會越嚟越好。包括咗佢以後嘅經濟發展命脈都會集中喺江海呢個地方。當然我哋江海馬達廣場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大嘅生活配套啦。咁啊係，一涵蓋咗吃喝玩樂購物、睇電影各方面。因為有萬達就係一座城嚟㗎啦。係啦，一個萬達一座城。係啊，有萬達嘅地方就係城市嘅中心。係冇錯。咁啊，除咗教育資源啊，我見到又有圖書館啊、少年活動中心、科技館都好多喎。係啊係啊，咁啊嗱，對面咧就係圖書館、科技館同埋青少年中心啦。咁呢啲係江海區政府投入去建造嘅，係一個喺區內嘅屬於生活配套。當然他們如果過到來這邊玩完之後過來消費，對面就是萬達廣場，非常之便利性高。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你看到嘛，上邊有個金融中心啦，科技園啦、珠西雲谷啦、火炬大廈，這些全部都是辦公寫字樓。因為在政府的規劃入面會圍繞著萬達廣場周邊的大概1300平方的地呢，全部都是以寫字樓形式去建造的，即是規劃入面全部建造寫字樓。所以在這個地段入面它是屬於一個高端的城市中心。我亦都在個規劃圖上看到呢，我哋好多政府部門其實都喺我哋呢個萬達附近。係啊，冇錯，對面就係江門江海區嘅區府啦。就係一路之遙嘅啫。同埋佢一個服務中心啊，都喺曬呢度。包括服務中心啊，包括高新區嘅派出所啊，全部都會係以萬達為中心去做。因為有啲政府部門嘅地方咧，佢嗰個升值空間咧就無可估量。冇錯，冇錯，規建。因為咧。講真一句咧，呢個政府部門攞得依個地方嚟做咧，佢都去喺度好著力去發展佢嘅。你可以理解為咧，其實政府亦都係個投資者。係啊，冇錯啊。佢投資江海區呢個項目啊，佢屬於大項目嚟嘅。佢要喺呢度税收啊各方面啊去獲利。會規建將城市規建好。再加上嚟講，即係我哋私底下講過啊，其實政府部門嗰啲人都想喺一個好。好非常之好嘅環境裏邊去辦公，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佢都唔會走喺山卡拉地方啦。係啊，所以其實大家投資呢度嘅地段咧，就等同於跟住政府嘅步伐去，一直去大家投資角度去做嘅。冇錯。咁啊，同大家再介紹翻我哋嘅整體項目啦。好嘅。嗱，我哋嘅成個項目嘅片區咧，整個項目咧，總佔地面積咧，大概100畝地左右。規建咗之後咧，就係30萬平方嘅規建面。咁啊，總投資金額咧去到30個億，30個億。咁啱先都講翻啦，我哋萬達廣場而家正式已經開業啦。咁啊，成個廣場咧總嘅佔地面積咧就係13萬平方嘅店面，涵蓋咗吃喝玩樂購物娛樂
包括旅遊於一體嘅啦，係現時成個江海區最大體量嘅商業購物中心。係啊，咁當然我哋現在賣緊嘅公寓，包括我哋嘅商鋪啦，亦都喺我哋呢個購物中心嘅上邊或者側邊嘅。係啦，咁我哋而家係在售緊嘅公寓係邊棟咧？我哋在售緊嗱，我哋總共睇到啦三棟嘅 loft 公寓係複式公寓嚟嘅。係。咁啊，當然貨量唔多，現在 G1 棟呢度已經賣曬㗎啦，咁 G2 棟已經賣咗一半，咁 G3 棟咧亦都未來開，咁啊現在 G2 棟仲有一半，所以我哋個成個項目嘅片區咧嘅貨量剩低一半嘅啫。即係實質上，而家我哋 G1、G2、G3 呢三棟嘅嘢咧，50%嘅貨已經出曬㗎。係啦，50%嘅貨已經出曬。剩翻 G2 仲有一半 ，G3 準備再推。準備再推。佢嘅便利性咧就係、是包括自己攞嚟住又好，或者商用投資又好啦。落嚟就係我哋萬達廣場嘅大商業。人流咧我哋開業嗰日咧去到成90,000人。哇！好犀利。一單日次係90,000人人次嘅。所以佢呢度江海區嘅人流咧係非常之旺。我想問一下，而家我哋啲公寓嗰個管理費係$3一方，$3一方，係一平方，即係大概43方嚟計咧，就白送幾蚊啫，$130左右，係$130左右。咁啊，依個管理費其實總睇落嚟都好少嘢啫。係啊，呢個唔可以忽略不計啦，係啊。咁啊，再同大家講講咯，我哋現時周邊嘅 loft 嘅複式公寓租金咧，大概去到$2,300-$2,600左右。$2,300-$2,600，即係兩層。係啊，單層計啊。單層計。即係一間。我一間計，因為有啲客户咧，佢可能做成雙鎖匙。雙鎖匙可以，雙鎖匙就可能單層大概係$1,500左右咯。即係反正而家當去整間計啦，就大概係$2,600到嘅收益。$2,600嘅收益，哇，都 OK 喎。係啊係啊。佢總價落嚟，其實佢嗰個收益都幾高喎。係啊係啊，個比例咧大概有700個點到啦。當然呢個係計淨計租金嘅收益。咁啊未計佢嘅項目物業升值咯。因為我哋現在買嘅價錢並唔高啊，預計呢度以後會升值到去到個萬幾蚊咯，大概萬幾蚊，即係而家我哋雖然無批交付，但係個價錢都比較抵。係啊，比較抵啊，咁啊陣間同大家講講個價錢啦。好啊好啊，其實佢無批交付啫，我哋可以做埋個裝修上去噶嘛。係啊係啊。咁我哋而家在售緊嘅金街喺邊度嘅？我哋在售緊嘅金街咧，亦都係靠住萬達廣場。呢度嘅區位發展，我想問一下梁生咧，我哋在售緊嗰條金街喺邊度咧？金街咧，我哋現在位置喺呢度，呢度一號門嘅萬達廣場啦。金街就係圍繞住萬達周邊去發展嘅。當然佢嘅人流係互共互享啦。亦都我哋窺見睇到馬上邊有一個整體嘅天幕覆蓋，呢個投資咗$50,000去打造嘅，24小時嘅餐飲食街。呢度咧，佢分為係不夜天嚟㗎啦，因為喺江海區呢個地方咧，佢嘅企業比較多，外來友比較多，佢哋嘅生活需求咧就係日夜各方面嘅消費都有嘅。即係而家啲人都思想都年輕化咗，年輕化咗啦，都比較中意喺外邊嘅鋪。係啊係啊，咁我呢條街咧，佢規建咧就係兩層鋪嘅，兩層鋪，佢分為一樓鋪同二樓鋪。一樓鋪同二樓鋪，咁大概。一間鋪嘅面積有幾大咗？大概係45方-60方都有。45至60方之間，即係有唔同嘅大細啦。冇錯，有唔同嘅大細。咁可能二樓同一樓個價錢都會有所差別嘅。當然啦，租金都會有所差別。咁當然買萬達嘅鋪啦，就優勢喺邊度咧？第一個，佢係貼住萬達廣場去規建，人流係互共互享，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佢有萬達嘅一個招商服務係免費嘅。即係等於你買咗鋪之後咧，我哋萬達會有招商部門咧幫你去出租。係啊，咁唔需要你去煩住，到時候租啊喺邊度去揾啊咁樣。即係其實而家我嘅理解就係萬達裏邊咧，就係基本上同你一條龍服務啦。一條龍服務，即係同你招商。係啦，冇錯啦。咁啊，你啊 OK 嘅話就簽份約就收租係啦。係啦，冇錯啦。嗱，基本上可能你買嘅之前已經幫你租埋都有可能嘅，即係佢已經喺招商之中㗎啦。係啦，冇錯啦。我現在好多啲商鋪咧，佔咗70%已經出租咗佢㗎啦。即係其實講句即係容易理解啲咧，係有部分鋪已經係大租約出售。冇錯，冇錯。係啊。OK。
呢度仲有啲乜嘢補充呢？冇嘅。哦，如果冇乜補充，我哋睇睇樣板房。好啊 ，OK， 咁我哋去帶大家睇睇樣板房。好嘅，唔該你。Hello， 咁又同你哋睇翻另外一個格局嘅裝修標準啦。因為咧，萬達係屬於一個大商業嚟噶嘛，咁所以咧喺佢嘅公寓，除咗我啱先睇嘅嗰只攞嚟居住以外咧，仲有一隻就係可以俾你參考嘅攞嚟商用啦。因為佢公寓嘅話咧係可以註冊營業執照，可以做公司嚇。咁啊，同樣嘅進深啦，係9.3米同埋3.6米嘅寬度，樓板高咧係4.5米，一樣可以做緊兩層嘅複式。咁但係咧呢種咧就以辦公嘅形式咯，多數攞嚟做咩呢？就係美甲、美髮、美容，包括寫字樓啊，都可以喺啲公寓入邊嘅。咁啊，亦都可以多套打通去做啦。咁啊，實用空間同樣都係去到65到70方。咁啊，呢只嘅計入面積咧，大概係43方左右。下邊咧就係攞嚟辦公嘅形式噶啦，咁上邊咧嗱一個格局做得非常之靚啦，咁亦都可以辦公嘅同時咧攞嚟自己居住嘅，咁啊佢可以做到一個大嘅衣帽間啦，同埋一個大嘅生活空間、休閒空間、可以住噶啦。我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loft 複式嘅公寓啦，就佢嘅進深深度咧就係9.3米嘅，咁啊開間寬度咧係3.6米，咁我哋現在睇緊呢只咧係以一個居住形式去裝修嘅風格，咁我可以做到兩房兩廳啦，咁就基本上佢嘅格局需求咧實用率咧去到咗130%噶啦。咁啊，實用空間咧，大概有65到70方可以俾你用。3.6米嘅廳闊咧，就等於現在嘅住宅90到100方嘅一個廳嘅距離。咁啊個視觀感咧，包括以後喺呢度住嘅話咧，比較方便啲。咁現在過嚟睇翻我哋上邊啦，上邊2樓咧都裝飾得好靚嘅空間。咁啊，上邊可以做翻個套房又得啦，或者做翻雙間嘅。如果你話攞嚟出租嘅情況咧，我就會比較建議會做雙間，做兩個房去出租會比較好啲。咁啊，大概呢度租金係去到2600元左右嘅租金。Hello， 大家好。好啦，而家梁生帶我哋嚟到呢個萬達商場啦。咁啊，梁生又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係啊，我哋剛喺萬達呢度咧，佢個萬達廣場咧已經正式開業咗啦。係。咁啊，呢度嘅品牌啊種類都比較多嘅。咁呢個廣場咧，現在嘅建面咧去到咗13萬平方，亦都係現時我哋江海區呢個地段咧最大一個商業體啊，亦都係品牌最大。睇到啊，我哋右手邊M 記大家熟悉嘅。仲有我哋嘅星巴克啦，仲有 KFC 啊，仲有我哋好多啲購物類嘅品牌啦、餐飲類啊，基本上喺呢度都會有咯。而且我哋4樓咧，仲有游泳館啦，包括咗我哋嘅萬達影城啦，喺呢度都可以可以喺入邊休閒娛樂嘅。哦，呢度游泳館都有啊？有啊，游泳館都有，健身室、游泳館都有。係啊，咁啊。佢嘅種類比以往嘅萬達廣場會比較多，因為我哋呢個廣場係屬於4.0版本嘅升級版啦。咁可以大家睇睇咯。嗱，頭先阿梁生同我哋介紹咗我哋呢個區位同埋我哋地理環境啦，亦都同我哋介紹個商場啊、板房都講過啦。咁咧，我哋而家就請阿梁生再同我哋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就簡單啲講啦，因為投資角度嚟講一講，就係呢度嘅投資價值。當然第一個就係佢整體嘅區位商業發展，呢度佢嘅氛圍係比較好嘅，而且佢政府嘅定位亦都係以江門市嘅金融中心區位發展，所以個潛力比較大啦，所帶嚟嘅商業商機會更加多。
啊，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呢度萬達廣場就規建以後嘅北海區城市中心。嗯，係啦，嗱，地段冇錯啦，萬達去到嗰度就係嗰度係中心啦。係啦，標竿嚟嘅。係啊，咁啊，而且喺萬達入邊，佢屬於全球嘅一線品牌啊。嗯，所以佢投資價值啊，包括佢商業配套啊各方面啊，以後佢嘅人流都會集中喺呢度。嗯，啊，因為啱先都講過啦，我哋第一頭一日開日。開業啊，都已經達到咗成90,000人次啦！一日時間90,000人次，係非常之誇張。係啦，其實依家我哋萬達呢個位置咧，無論係交通啦，或者係周邊嗰個設施啊，本身我哋萬達自己就係一個好大嘅商業體嚟㗎啦。好大嘅商業體。其實咧講真一句，好多其他所有附近嗰啲樓鋪都睇住萬達嚟做嘅一個。正是一個中心點嚟嘅，係啊，咁人哋樓盤都講到啦，喺萬達旁啊，係啊，萬都係主打萬達，最主打嘅一個賣點啊。咁當然你買我哋嘅公寓啦，最簡單一句就係話，你嘅物業就已經喺萬達嘅頭頂啦。係啦，一六樓就基本上可以享受現時成個江海區嘅城市配套最便利嘅地方。係啦，嗱，其實我哋而家啱啱。跟大家看過啦，我哋嘅公寓哦係一個複式嘅公寓，而且佢嗰個面積咧唔大，但使用嘅面積咧就大啦。係啦，點解話佢總投入額少，但佢回報率高？係啦，冇錯。所以點解我哋話大家值得我哋去投資呢度咧？同埋有個好大嘅升值空間咧，就喺呢處啦。我哋公寓都係嗰句啦，宜居宜商。係啦，宜居宜商。不過我哋投資嗰、那個。居住同埋或者個商業嘅前提下咧，其實我哋放長咗條長線咧，就係俾到我哋將來喺幾年之後嘅發展空間裏邊咧，就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升值空間嚟嘅。係，冇錯。即係我哋講得實在啲咧，又有啲人話叫炒樓啦，我哋而家好文雅啲嘅叫做投資啦。係。投資嘅眼光，你唔好睇一兩年。你必須要睇長遠少少，因為你話曬你係買樓喎，即買即交樓，亦都係即買即交樓。係啊，我哋今年嘅11月30日就可以交樓噶啦。係啊，現在都已經7月份，係啦，7月中旬，咁啊，所以其實都係2個零月就可以交樓咯喎。你裝修之後，如果需要到自己翻嚟居住，咁啊可以短線居住啦，係啦，如果是投資價值的，咁當然是攞嚟出租嘅，因為喺萬達嘅公寓入邊嘅出租率都係可以高達到80%以上嘅。其實咧，我哋咧有一個思路係點樣咧？有啲客户佢會買嚟喺度居住，甚至乎有啲華僑咧又翻嚟度養老嘅。係啊，因為畢竟嚟講，我哋喺依個地方咧，第一個空氣好，第二個咧。佢嗰個洗費唔大，係啊，冇錯。即係其實佢攬住錢翻嚟都好使，好好使啊。係啊。另外一個咧，就喺佢未翻嚟住嘅前提下咧，可能呢幾年佢唔仲有工作做，唔想翻嚟住咧，你可以擺低我哋呢度，係一個長遠嘅投資。做一個先出租，係啦，收租，冇錯，攬翻啲租金先。係啦。咁好啦，你若干年之後，你可能會退休啦，翻嚟養老啦。係啊。另外一部分人咧，可能會話我。有錢賺了，達到自己的個利潤了 ，OK， 放手，放手，就是有咁嘅好處啦。今天就辛苦阿梁生了唔使，唔好意思啊。今天節目亦都差不多了，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咯，關注我哋嘅聯繫電話，我哋會有更好的資訊同大家分享嘅。OK， 嗱，呢期節目就係咁啦，拜拜，下期再見啦。